好，我们用掌声欢迎我们今年的毕业生。好，毕业生呢，手上呢拿着的是感谢的茶点。那呢，一步一步呢走来，爸爸妈妈想着以前的他们，从嚎嚎大哭到今天的亭亭玉立、乖巧懂事。他们待会要送上心中最真诚的感谢，爸爸妈妈无私的奉献，方能让我们站在这个地方，好好的读书，好好的来享受我们的幼儿的时期。此时此刻的我们，心中只有千万分的感谢，要谢谢这些爸爸妈妈给我们的一切。手上拿着茶点，是我们要祝福我们的爸爸妈妈，感谢我们的爸爸妈妈，爸爸妈妈你们辛苦了。相信爸爸妈妈在此刻跟我们一样，心中感觉到非常的骄傲。他们就站在你的眼前，手上捧着是满满的感谢。谢谢爸爸妈妈给我们的食物，谢谢爸爸妈妈给我们的照顾，我们真心的感谢。此刻的我们无以回报，请你手上的这一盘感谢的食物要献给我们亲爱的家长。感谢的食物，我们先请爸爸妈妈再往后退一点点，给我们孩子一点走道，谢谢。好，我们请乖乖班的小朋友，请你把你手中感谢的食物送给爸爸妈妈。好。
装着自己的灵魂，背对着那个人怎么想？是掉下的泪，你和我的世界同等去更清晰，我会永远相信不完美的完美，不管什么世界距离不是距离，我会永远相信最后一片落叶，无论什么世界都放藏在眉心，我会永远相信浇入心的水滴，在另一个世界星光布满拉近，我会永远相信开始掉下的泪，你和我的世界断断续更清晰，我会永远相信不完美的完美，不管什么世界距离不是距离。